最近相当热门的轻小说《新年情劫》就是以灵魂交换为题材而广受读者们的喜爱哦。而现在这款作品也要改编成游戏了，玩家们还可以试一下不同的路线发展，也会让剧情有所改变哦。万代南梦宫日前宣布，他们将把在日本颇获好评的轻小说作品《新年情劫》改编成恋爱冒险游戏《新年情劫随机预知》，让玩家体验不一样的青春爱恋。《新年情劫》是由安田定夏所创作的小说，在2010年也改编成动画作品播出。故事是述说在私立山星高中的文化研究社里，五名男女社员间发生了不可思议的现象——人格交换。透过心灵上的连锁，他们将会面临的是崩坏的人际关系，还是更加稳固的友情？游戏部分将采用动态剧情变化的独立系，让剧情有不一样的发展路线。